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今次跟大家介绍的疗剂叫 Carcinosin 是癌体癌症 的细胞里面提炼出来的。这个疗剂是 Fulbista 这位医生呢 很久之前呢就从一位乳癌的病人的乳癌的组织里面呢是制造这个疗剂的。咁呢個 carcinosin 個癌體咧，通常咧係對一啲如果有家族性有癌症嘅人嘅病啊，即係所有嘅病，或者咧佢本身有乳癌嘅病咧，都可以有幫助嘅。咁通常咧用喺度，我哋叫做間歇性用藥 intercurrent remedy 啊。通常咧我哋用喺啲咩咧？有啲人嘅病徵咧就經常嚟到改變，或者個狀況。并经常咁嚟到更换变嘅，或者咧佢嗰啲状态咧就系、是、交替性咧，或者咧系有一种反复性嘅。咁好多症状咧，好似同艾滋病嘅症状啊，或者一啲周期性嘅高嘅发烧吓，个腺体嘅肿胀啦，体质消瘦啦，同埋。啲慢性嘅嚴重嘅失眠啊，同埋吐瀉都有可以有幫助嘅。好啦，咁一般嘅癌嘅毛病啦，無論佢係遺傳性嘅，或係本身已經有啦，腫瘤啦，就算係良性嘅、水囊性嘅、纖維性嘅，或者嗰個脂肪瘤都可以應用嘅。乳癌的症状呢可能有痛，好熱痛的乳癌或者子宫或者那个宫颈呢是有硬化出现。最重要呢就是如果家族里面呢是有癌症，我亦都可以处理那些keloid那些恶病质，那些瘌，有些人做了伤口之后呢就生个瘌，那个瘌就越来越大，这种叫做 keloid。
亦都可以改或者可以预防呢啲 kilo。有嗱，有啲亚洲人士啊，有色人种咧，佢哋有出现咗有啲瘌咧，佢就会慢慢觉得瘌就越嚟越大大块嘅，有啲大得好犀利嘅，成条虫咁样样，好啊喺个身体度，一有痕啊唔舒服嘅。咁呢个疗剂咧，亦都可以预防同埋治疗啊，减轻呢个症状嘅。好啦，对一啲癌症嘅恶体质啦，吓，即系个人消瘦啦，或者一啲病系一种肌肉性嘅持续性嘅肌肉嗰啲问题咧，癌症咧导致个人消瘦啦。Hodgkin's disease 即系嗰啲霍奇金氏病，系一种恶性嘅肉芽嘅肿瘤嚟嘅。或者 lymphogranulomatosis 我叫做淋巴肉牙的肿瘤，即是一种癌症的淋巴的癌症那个骨炎啦，骨髓炎啊，或者呢是长期那些骨病骨髓病，咁导致呢是那个骨呢就是很脆弱的，咁呢个都是一个可以治疗的地方。好啦，或者一啲儿童个毛病好严重嘅儿童毛病，或者嗰啲细路仔嗰啲病咧系好迟先出现嘅，有啲细路仔病通常系童年期间出现嘅话咧，或者咧佢呢啲童年嘅细路仔病咧系好大好迟先出现嘅，或者咧细路仔嗰啲成长咧系停顿咗或者我哋叫做或者出现那个蒙古症唐氏症候群这些这样的情况呢carcinosis 都可以应用的地方。好了，其他呢就血友病啦那个身体的不同的孔道呢是出血啦，恶性的贫血啦，或者有家族性的地中海贫血啦，这些都可以的。或者因为呢是输血因为需要输血呢是出现问题。那个直肠的出血啦，咁同埋咧身体好多处咧都出现嗰个静脉嘅肿胀。好啦，仲有一个长期嘅疲劳性啦，过度嘅疲累冇力咁样，血糖低导致嗰个疲倦，咁要靠睡眠嚟到康复。朝头早起身嗰阵时候咧，就人会打震、打冷、打，即系会震抖。咁有啲系长期性嘅、慢性嘅失眠，而冇乜特别原因可以解释到嘅失眠。咁有啲人咧，因为期待即系成日啲担心有啲问题会出现咧，系导致个病。亦都好紧要嘅应用嘅地方咧，就系疫苗注射嘅后遗症。好啦，咁仲有一个情况咧，就系倾向嘅发炎嘅倾向啦，譬如嗰个关节啦，类风湿嘅关节炎啦，类嗰个风湿嘅毛病啦，咁任何嘅体力劳动咧，会令到嗰个症状咧系更加差或者更加好或者可能种痛症咧喐动下咧就可能会都会好，两方面都有机会都可以嘅。咁嗰种痛咧就有一种。束緊的痛是一種脈動 的感覺入面那裡，那分別物比較臭啦出血啦和痛通常分泌物呢都是一種即是結的喇的和呢厚厚的分泌物。好啦，總的情況可以用呢就是單核的白血球增多症 mononucleosis。咁有啲人咧就自从嗰个 mono 之后咧就一病咧就从此就身体唔好啦，或者咧系自从一个肺炎之后咧身体唔好啦，亦都可以用喺嗰、那个肺痨病嘅预防，或者增强加强佢嗰个康复嘅能力。好啦，咁亦都可以用喺一啲那些我哋多方面嘅敏感，或者有好多敏感，对食物敏感啊，对化学嘢咧系多重性嘅敏感。
糖尿病的一型、二型、或者遗传性的糖尿病，消化不好啊，个胃咧好顶顶啊，咁样样啊，生虫啊，或者啊嗰、那个肥胖症，其实都可以用得到嘅。咁佢呢个嘅疗剂咧，亦都好多啲恐惧嘅地方啦，尤其是咧唔中意去浸浴、去海浴，唔中意嘅啊，个人咧冲凉啊、洗浴啊都系唔中意嘅。女性嗰啲更年期嘅潮热啦，加埋大汗，咁呢个都系佢能够处理嘅范围嚟嘅。咁好多个病咧，都系可能一边性嘅，或者系交替性吓呢种嘅情况。好啦，喺个精神状态方面咧，癌体吓 carcinosum 呢个呢种人咧，通常咧都系情感好丰富嘅，好有爱心嘅。通常咧，佢哋可能咧过度劳碌吓、去照顾一啲一个亲人啊咁样，咁啊过度劳碌自己嘅，好有同情心啦，自己又中意跳舞啊，中意音乐啊，中意旅行啊咁样，咁通常咧就系、是、做嘢都系好快快手手，唔会好定定。喜欢不断地做事，那个人就不可以闷，很容易闷起来，反而呢有时呢集中力呢会出现问题。好了，我经常用在一些那个自闭症的十蚊仔，或者那个脑袋迟钝、过度活跃、或者集中力有问题、这样。咁通常啲人嘅本身咧都系好奄尖吓，佢要求嘅嘢咧系好奄尖，一定要咁样做。咁亦都有少少我叫 obsessive compulsive， 有啲强迫性嗰种咁样嘅症状嘅。啲人咧就好敏感嘅，你唔可以去批评佢啊，佢会觉得好大嘅反应嘅。咁佢仲有啲系对一啲嘢将来嘅嘢呢佢会好紧张吓，成日好似驚啲嘢唔好嘅嘢会发生啊，对嗰啲未知嘅嘢啊，对黑暗啊、死亡啊，或者系孤独啊，一个人呢佢都比较驚嘅。咁又怕失败啦，怕考试啦，怕高处啦，怕人群啦，咁亦都驚呢自己冇办法完成佢嘅任务啦，长期嘅发恶梦同埋夜惊啊咁样。咁仲有呢，佢係特别怕呢有癌症或者佢自己有癌症。佢亦都觉得自己会唔会有啲有即係好唔返嘅病啊，係不治之症啊。咁所以经常呢係担心自己嘅健康嘅。好啦，呢种人呢就可以咁讲呢，係好鍾意嗰个行雷闪电，佢好兴奋嘅。咁呢个就同嗰个墨鱼汁好相似嘅，佢系中意嘅。轮咧就系爬嘅，轮嘅唔系中意嘅。咁佢发现咧，呢啲人咧通常咧系曾经咧经历过一个好长嘅时间嘅生活喺一种惶恐嘅状况。通常啲人都系咁。过去咧曾经经历过一段好长嘅时间嘅好惊恐嘅环境。咁仲有系嗰个可能咧系受喺过去嘅关系、人际关系咧系俾人咧欺骗过俾人虐待过呢啲咁嘅。咁所以过去咧佢通常咧系有一段历史上咧系嗰个情绪咧受压迫或者系被羞辱咁同埋咧，照顧一個親人長期照顧親人，咁導致到呢個問題嘅。OK， 呢個係呢個療劑嗰個精神上嘅狀態嚟嘅。咁所以咧喺我嘅經驗呢方面咧，我都用得幾多嘅嚇，呢個療劑用得好多嘅。可能係現代啲人咧嗰、那個癌症嘅傾向咧係比較大比較多啲，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好好用嘅療劑嚟嘅。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